日本的哪里？东。高级骑士。真的哦，期待吗？期待呀。好哦，那么就先去check in哦。等一下到飞机再拍。好，我们先去check in。OK。出发 ，Alright。Yeah，Go。去哪里？要去登机了。要去取个印，对不对？对啊。OK， 好。这一台应该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坐的飞机，真是令人期待啊！飞机了。子供。子供ございます。Hi， Welcome Japan。第一次来日本，开心吗？开心啊。有没有晕机？只脚有点累。我们终于来到日本了，不过比预计的时间好像有点晚。我们现在来到成田机场，我们现在要去 check out 饭店。7月来到日本观光的外国客人非常的多，光入境的队伍啊就排了好几圈。那入境之后啊，在领行李就差不多2个小时过去了。那稍微吃点东西填饱肚子，那我们就准备要来去搭电铁啦。成田机场地下室有关铁道相关的业务都在这里，例如像储值啦、西瓜卡或是相关的优待券，还有月台都在这里哦。那如果说想要快速的抵达东京或上野部分，可以在这里转搭电铁啦，或是特快车，或是京成本线特急车哦。那票价呢，大概是换算成新台币大概560元左右哦。那或是啊，你也可以搭像 J1 啦、JK 等电车啊，慢慢的进城哦。我们此次下榻的饭店位于武滨车站附近的度假园区。因此我们从成田机场搭 K20 线抵达东松户站，再转 J1 线抵达武滨站。武滨站呢旁边呢有单轨电车头顶迪士尼乐园，还有度假饭店园区哦。可惜我们这一次啊抵达的时间已经过了12点，那也只能搭小型的饭店了。
东京湾武滨日航大酒店位于迪士尼乐园附近，相当的方便。在台湾透过网络订房 APP 订购，那一晚大概是台币5000元左右，有附早餐。那从饭店步行约3分钟左右就可以来到单轨电车滨海站，相当的方便哦。那这个饭店也蛮多华人的观光客，那欧美观光也蛮多的哦。何？